是高的太多了。难道水不会冲吗？不会流下来吗？那骗人的，郑子颖说瞎话。为了叫包商过来，叫线不过来，咱线不过来了，咱这来了。你们包商的，你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盖章，也没有办法承诺我们什么事情呢？你不要骂他了，咱线弄不出来。没有了，因为我没有骂他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在一起，在那边吃这两次吃太多了，所以我才骂他。